哎，上步，好了，上翻，下过，好，再做一遍，叫他再做一遍。这个它的用法，刚才已经简单就介绍一下这个，我换个方位再做一下。这面我这一拧它，哎，看先顶它，如果它不转这一下，这就折了。它这么一滚，看了，啪，哼，奔到肋去了。哎，我它一顶，它往上一坠，它把没有了，啪往上一翻。他一迎的时候一迎我蹬我。哎，他一蹬我一气步一挂。啊，撞出去。下面就演练。横。讲一下横轴的练法。后点掌开式，左掌外拧，上右步，右拳右手握拳，从上往下撒肘，看我做一遍啊，外拧，哼，哼，啊，外手拧，上右步，右手右肘往下撒。这时候换一方向，这时候左拳变掌推你的右腕滚住，看了啊，换一遍，一零，哼，哼，哎，再做一遍这面的，一零，右手零，左手变圈，哼，不要低头，一走的时候不要低头啊，也不要这样走就行了。下面说一下它的用法，你大手，我一抓它，一挪它的腕子，同时上步扎它的肘这一块，嘿，一放，哎，一擦，嘿，下面演练错肘掌。讲一下错肘掌的练法。后点掌开式，左掌里旋，这个臂跟着往下旋，右手从右左臂下掏螺掏螺掏螺，背右腿缩缩左臂，放左腿，哎，左臂拧，右腿右不手从左手上错出，错就是这样错啊，错，这个代表手心冲上，代表拧着对方的胳膊，反差他的胳膊。再来一遍啊，
背部，右手套拢，竖，哎，拧，左手拧，上右步，错，下面讲一下它的用法。对方一搭手，他一掏我的左臂，我掏落去了，嘿，看吧，缩回来，拧他的腕子，把他胳膊拧直了，腿同时往他的裆里插。为了弯，为了安全呢，我不错他的肘了，错他的肩，这样安全，啊，上步错他的一个肘，我现在也是错，都错他的肩啊，他。好，下面演练一下叠肘。下面讲一下叠肘的练法，后天掌开始。这个主要的是破对方的探掌，左手挥拉，右手上接，手是这样，同时上右步，再做这面的啊，好吧，抓，是叫跌。这个跌的时候，这个腕子是这样转，这样转，这个上上鹰，鹰住了以后抓，拧，跌，注意这个特点，但是不要低头。哎，要看着他，看啊，说一下他的用法。对方探掌的时候，咔一迎，看了，这个手拉转，这是一个圈，这个手迎完了以后转，抓抓，同时我上步，这个右腿埋他的前腿，看到吗？这样跌住了，那腿，这腿不要这样，这样就没劲了。拿这个膝盖这块盯他的膝盖，嗯，扣着，啊，啊，反一个方向，做一下。他一探我，哎呀，哎，好，下面演练一下钻。钻肘，下面我说一下钻的练法，后天掌开始，左腿外跨，左掌拧臂，右腿跟进，啊，拧，左腿跟进，右手护于左肘处，摆右步。扣左步，背右步，拧右臂，左掌护于右肘下，摆左步，扣右步，
左步，是马步，左肘顶住。同时要注意的一样，这个右手不能下来，要高啊。好，第四个八式演练完毕。